在下郭靖，小女黄蓉，家父乃桃花岛岛主黄药师。降龙十八掌，乃是外家老学之巅。为什么再次得了九阴真经？那你便是天下第一了。如今我又习得了九阴真经，定会有不少麻烦。黄药师，让你率阵西城。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